今后我之前服过的不过是修行千年的一道泪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日日，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汉服发型教程。那首先我们今天要准备的材料有这个假发片，这个是我新买的一个真发的假发片。如果大家就经济能力不够的话，还是可以买仿真发的假发片。然后准备一个已经扎好两个麻花辫的假发片。首先因为我的头发它比较短，所以我们还是先来把它分区，分成上面两个区和下面一个区。分好区的头发可以先用小皮筋固定一下。这边分好之后，我们下面的头发需要用小夹子把它夹一下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编蜈蚣辫了。这样我们一边的这个蜈蚣辫就编好了。两边都扎好麻花辫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收一下。我的两边鬓角的头发比较短，所以我喜欢在上面再加一个发片，把它延长一下。这个也是一个真发的发片。如果头发没有我那么短的话，可以选择不夹前面这个头发。然后我喜欢把这一片别到耳后，然后用到这个真发的发片，在后脑勺先接一层。然后要用到这个有两个麻花辫的这个发片。夹好之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把它卷起来。卷起来可以拿饭网包一下，免得它乱掉。
卷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这样把它固定在后脑勺，用一字夹。然后这边也一样，也像刚才那样把它卷起来。然后我们来戴头饰和耳环。